最喜欢我们什么歌？你跟我悄悄偷偷讲。星期五晚上，五月天，你认识吗？认识哈。最喜欢我们什么歌？你跟我悄悄偷偷讲。星期五晚上，啊，你讲大声一点，什么歌？时光机。时光机，那你会唱时光机吗？那你会唱星期五晚上吗？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，Friday night，Friday， 欢迎。Friday night， 谢谢。哎，怪兽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说不要找 Energy 来当嘉宾嘛。没关系啊，现在 Energy 一出来，大家想都爬光光，连小孩子我们都留不住了。就是那天因为太久没有拿到鼓棒，马上手就磨破。你磨破了，我们也觉得还好。他对冠佑表示出呼呼的动作。不要这样，他受不了。他想要吹吹吧。喂，什么？哇，石头那个一归队就开炮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大家都很担心你，知道吗？谢谢。是。你们都没有来问候我，你知道吗？怕打扰你啊，你休息啊。石头，不是，不是，因为你这样说不厚道啊。对啊，我们不方便问啊，因为当我们知道你受伤在腰部，我就不知道怎么问。对啊，我要是问怎么受伤的，对啊，这不尴尬吗？对啊，就平常很多啊，做很多，做音乐做很多啊，演出做很多，演出做很多，所以腰部受伤，腰部受伤，而演出用腰在做的，真的让大家担心了。也谢谢大家，也很抱歉让大家就是担心。然后我觉得五月天任何一个人，就是都希望在台上就呈现最好的自己给大家，然后开开心心的，所以都不希望这些消息传到你们耳里面。那但是最后一句，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谢谢。我欢迎石头在千里趴再度归队啦！好久没有回到鸡腿来练团了，是不是啊，冠佑？不是啊，是吧？因为那天一练团，我手就受伤了。不是那天，因为太久没有拿到鼓棒，马上手就磨破。你磨破了，我们也觉得还好。现场有人心疼吗？啊，心疼举一下手。现在开放三分钟，给大家那个，给大家对冠佑表示出呼呼的动作，爱的呼呼。不要这样，他受不了。他想要吹吹吧。喂，什么？就是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比较大力，等一下，吹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，石头那个一归队就开炮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怎么没有分我们？对啊，为什么有这种东西？来来来，那个明明彩排的时候没有拿出来。啊，可以吹的东西一定要分给我。石头，石头，什么？我先说，可以吹的东西不用分给我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吹就好。那个阿信，阿信啊，你讲话就好。我们四个哨子一直缠在嘴里。冠佑喜欢一直在里面的感觉。小明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哨子离不开嘴边了。好啦。
刚发生了什么事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我们这个刚认识光良的时候，是刚出道到滚石上面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我的师兄嘛。是。我那时候看你就跟现在一样，为什么25年了，你看起来一模一样？有吗？有，完全没有变，完全没变，完全没变，完全没变。真的要说有变的话，是你现在身上变很多肌肉。这倒是、没有啦，我变瘦了啦。变瘦，变瘦就会很多肌肉吗？对。是吗？真的。我看看。哎喂喂喂，那个地方多没有用，不是用多来算的。其实呢，因为我今天有穿那个内衣啦，所以就看不太到了。哦，是啊，内衣我们可以帮你撕破的。因为我今天的内衣拉出来就好一点，这个又比较高腰，所以就看不到。可以啦，那个可以打开的，可以啦，这开得了。对啊，来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那还好哎。其实第一次露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一点点害羞，可是露着露着就很习惯了。我没有准备，我要抹油啊！我没有听过有人说习惯，还露到习惯。我问一下我经纪人可不可以？我可以，我要帮你拿麦克风吗？太棒了吧！好，不要漏过太原这一站。对对对，大家今天只看到两块而已，肚子还饿。是是是是，我啊，轮到你了。什么？怪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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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前面，来前面，来前面，前面。快点，我帮你拿麦克风，我帮你拿麦克风，等一下，帮你麻烦麻烦。我看这个摄影师，他嘴巴笑得很开。我们镜头都是会咬人的。哇，来了！哈！刚发生了什么事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刚才这样，我刚才这样。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。谢谢大家，我会想你们的，谢谢五月天。